有請阿黃總，我哋個黃總。好啦，有第二個黃總啦。黃總加住黃總。係。頭先嘅黃總同呢個黃總有另外一個啦。好啦，我哋係餐飲組組別嘅，咁啊，今日以個舞台劇嘅形式咧，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餐飲組別。咁啊，首先咧，我邀請到黃總過嚟啊。你今日剛剛過嚟香港啦，咁想揾翻香港投資翻，你開幾間食店啊、雜貨店同埋餐廳喎。咁我帶今日帶你嚟認識大家先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嗱嗱，聽日晏晝咧，我先帶你過去我哋三十幾年歷史嘅長記雞粥食翻個午餐，咁就 Alex 就老細啦。係，你好啊，黃總，我係 Alex 啦，咁我係呢個沙田長記雞粥第三代嘅負責人。咁我哋沙田雞粥咧已經有三十年歷史啦，超過。係啦，咁我雖然叫沙田雞粥，不過近排已經搬咗去西環嗰地界啦。咁我哋同以前一樣啦，我哋主打都係雞粥乳鴿豉油炒麵。咁另外我哋做過下高德仔炒小菜，咁就啱曬你呢啲中意食中菜嘅朋友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嗱，食完中菜之後咧，之後我哋下午茶，我之後養狗喎。咁呢個 band 都有間咖啡廳咧，就可以同只狗一齊同你食嘢嘅下午茶嘅。係 ，Hello， 黃總，你好啊，我叫阿 Ben 啊，咁喺銅鑼灣嘅希榮街咧有間 cafe 嘅 Suzuku， 咁咧就係一個日式嘅精品咖啡啦，咁有啲特色嘅咖啡同埋餐飲嘅，亦都有室外嘅座位，咁得閒可以過嚟坐下 chill 下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食完下午茶之後咧，就行埋過嚟我呢邊咧，就我又開意大利餐廳嘅，咁有間意大利餐廳叫梵高廚房，開咗15年噶啦，咁專幫人搞 party 同埋二人套餐咁樣嘅，二人晚餐咁樣嘅。咁啊，如果你想食意大利菜咧，就可以揾我幫手啦。正喎，咁咁多款菜式同埋餐廳，我都想搞翻兩間喎，有冇計啊？梗係有啦，嗱，我咁啊介紹 Timmy 俾你識，佢係做餐飲顧問嘅。喂，黃總你好，早晨，早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係啊，咁我咧就有30年嘅餐飲經驗啦，團隊係啦，咁就參與過超過過百個品牌㗎啦，由品鋪啊。系統設計啊，同埋餐具咧，都可以一一幫你安排同埋鋪排嘅啊。哦，咁啊，但係要諗菜單，我又唔想煩喎。哎，咁你要介紹我哋嘅文畫出嚟嘅 Aaron 俾你識啦。係啊，黃總有我就唔使煩啦。咁我本身咧就從事飲食業已經有20年嘅經驗嘅，當中有6年咧就喺文華東方酒店裏面擔任法國菜嘅廚師。咁亦都會幫一啲餐廳啦、coffee shop 啦、小食店啦，咁樣會設計餐單，例如一啲日式嘅知名咖啡店、Suzuku 店。哦，咁樣啊，咁我又想另外咧再開翻間食品雜貨店玩下喎，有冇啲批發商介紹下？喂，梗係有啦，我哋 Infinity 裏邊我哋有 Elman 日本食材批發啦，Jonathan 嘅東南亞食材批發啦，同埋 Rick 嘅酒類供應商嘅 Elman。係啊，黃總，嗱我咧就係做日韓優質食材嘅，咁我啲食材咧就喺日本同埋韓國咧自己入口翻嚟，全部香港咧都未有發售嘅，你就成為一個獨家嘅供應商喺香港。沙瓦尼卡黃總，咁我係 Jonathan 啊，只要香港冇嘅產品唔緊要，嚟自東南亞嘅我都會為你搜羅嘅。哦 ，Hello 黃總，我係酒類供應商，有超過10年嘅 wine pairing 經驗啦，無論企業嘅春茗 any winner 啦，世界各地嘅食材或者係菜式甜品啦，我都可以揀到一支合適嘅酒嘅，包你未試過咁正嘅 pairing。哇，咁就好啦，咁不如今晚大家一齊過嚟有間豪宅食下飯啦。不過唔知食乜好喎、啊。誒、哎，唔緊要，我哋可以揾聰明媽幫手。黃總你好啊，剛才介紹冇錯㗎，我哋個盤菜咧係即日做嘅，有40位 B A I 嘅主席食過㗎，絕對係信心保證。好喎、啊。原價咧仲可以加中式到位，仲有和味餃子啦，我可以配埋我聰明媽嘅葱椒醬。阿黃總仲有香辣味同埋麻辣味嘅。咁啊，有聰明媽幫手，唔使兩頭走。哦，咁就好啦。咁我哋今晚一於一路食，一路傾啦。好，咁啊，以上以下以上就係我哋餐飲組所有勤勁嘅會員啊。咁我哋好需要好多嘅合作夥伴喎。Elvin 有咩合作夥伴可以幫手啊？我哋需要 wedding planner 啦，我哋都要飛行公司、一啲旅行社啦、一啲烘焙嘅供應商啦、蔬菜批發同埋清潔滅蟲嘅。咁啊，如果有相關業務嘅朋友咧，都可以介紹俾我哋噶。咁好啦，多謝曬咧，我哋餐飲組啦。咁啊，雖然大家應該都好，我覺得好肚餓，不過轉頭咧，我哋就先走。多謝各位。